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外。大家好，我是剑哥，欢迎来到这期的剑哥说啊。上周是因为我回不了家了啊，家里面被疫情封控了，回不了家了，所以实在是忙不过来，就上周就搁了一期剑哥说啊。这周的话，我看能不能酌情啊，说两期。啊，这一期我们就说一件，正好前两天 S12 啊总决赛也打完了啊，两个韩国队内战啊，我们这看的不是很舒服。那今天说的就是一个，应该可以说算的是 LPL 官方解说啊，娃娃啊，给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劣质的、很差劲的一个武汉四小龙的啊，之前多次被上整机列车强的主机，就是有些过于夸张的一个带货，我觉得很有必要拿过来批判一番。首先 ，LPL 的这些解说们平时接一些商单啊，也是见惯不惯了。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些，我就不点名哪些解说，就是完全就是根本就不懂这些数码产品，也在那边照着广告念。但娃娃呢，他算是接的数码产品类的广告比较多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相比那些什么都不懂解说，他还是懂一些的。在业余爱好者里面算是对吧，有一定水平的。啊，你相当于你比较懂一样的产品，你还做这样的推广啊，我就觉得很过分了。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的。首先看标题，真香12代 H7 加 RTX 360 Ti 4K 144Hz 畅玩三 A 大作，竟然还不到9000元。其实从这个标题来说，如果你就是作为一个稍微懂一点的数码爱好者来说，你看到这个标题一定会有意见的。哇， 4K 144Hz 畅玩三 A 大作4090都对吧，很难说对吧，打的包票说我这个 4K144 啊畅玩 3A 都很难这样讲。哎，你这3060 Ti 就敢这样说了，是不是有点夸大了对吧？你可能把个别游戏开个别特效可以这样做，哎，夸大到这样的，哎，对吧？如果真的像你这样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啊，360 Ti 就可以 4K144 流畅玩 3A 了，那也不用出什么4090之类的对吧，360它就行了对吧。这个标题至少是我觉得是很误导人的，而且是你作为一个比较懂电脑的人还这样说啊，就非常坑爹。然后你再看啊，这是一个给攀升对吧，经常上武汉四小龙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反正名声很差劲的这个整机烈士强做的广告。那大家看底下的这个置顶留言写什么，矿衣陪袜，哇，这话说的矿衣陪袜。首先呢，我去看了看，点进去这个链接里面，人家攀升在自己电商界面写的是矿衣陪三。哎，你这，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何种目的，你把人家的矿衣陪三说成了矿衣陪袜，哇，这个扩大了3000多倍，这个我不知道是对吧？你主动的还是品牌方要求的，对吧？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品牌方宣传是陪三，而你把它扩展到陪万了？那万一我真买到矿卡了，真的给我陪万吗？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啊，这里我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分析一下。首先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如何鉴定是矿卡对吧，矿一陪万，矿一陪万，那这个卡是不是矿卡谁说了算？我可以至少以我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数码博主的角度来说，我没有任何办法去100%确定这张卡是一张矿卡，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你挖矿跟你玩游戏，它都是用显卡去搞东西，对吧？我只能说这张卡，我只能看这张卡是不是新的，这新的还是二手的？啊，虽然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的二手卡你都可以把它当矿卡来说，但是你给我张二手卡，你让我判断这张卡是矿卡还是不是矿卡，我没有任何办法。我所了解的厂家没有任何办法啊，所以说即使你买到这个机子里面塞的是一张二手卡，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去检测它只是正常的游戏用过的二手卡还是矿卡。而且我们再邪恶一点，像这些整机都可以随便7天物流随便退的，那如果我们按照矿卡的严格定义啊，就是运行过挖矿程序的它就是矿卡对吧，哪怕我只运行了1分钟10分钟啊，它也是对吧，这个假设能不能成立？哎，对吧，我们就假设这个事情成立。那我们举个极端例子，我买一台机子
啊，过来运行了十分钟啊，不多一点啊，运行了一整天的挖矿程序，然后呢，我再利用无理由退货把这个机子退掉。那你说这个机子会怎么处理？难道把这个机子就报废了啊？这个机子就报废了啊？做报废处理，不再售卖了，还是把它再翻翻新，搞搞弄弄，又卖给下台机子？那如果这台机子就又给卖给下一个客户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那这张卡，对啊，它在上个客户那边运行过了一天的挖矿程序，那它是不是矿卡？那如果说这张卡是矿卡，那你对吧？你是照潘诊所说是矿一赔三，还是矿一赔万啊？你这个根本理不清楚。所以我想说明什么东西，就你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颜值糟糟啊，矿一赔三甚至矿一赔万，你真要说起来的话，根本扯不清的。想赔呵呵，对吧？矿卡的解释权在谁呢？啊，还不是上家说了算吗？我没见过哪个检测机构说是，对吧，你可以送过去检测啊，他有检测矿卡服务，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反正我看到这点就那个，我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所有在那边喊着什么矿一赔几的商家，我反而觉得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东西。就是我们卖卡，我们只能保证，哎，这个卡是工厂给我全新的，我对吧，我装你机子，我把它拆封把它装掉，我只能保证这个。你这张卡别的什么东西我没法保证，毕竟我不是检测机构，我只能判断这张卡是新的还是旧的，我没法判断这张卡它之前经历过什么，啊，我只能说成这样，你们自己揣测。然后再看视频里面啊，对吧，视频里面就说的什么话，什么 4K 啊，甚至 8K 光追都有相当不错的游戏体验啊，唱完 4K 光追的 PC 巴拉巴拉，就上来就给你搞这些东西。关键是你看这句话，对吧，如果说这句话是那些，我就不点名了，就那些不太懂的 LPR 那些官方解说，那说的话的厂家给他一个话，对吧，厂家给他一句话，一加一等于三，他也照着念。关键是他自己说，我是科技区 UP 主娃娃，你都自己说了我是科技区 UP 主了，那你觉得科技区 UP 主你说这样的话合适吗？啊，360钛唱完 4K 光追 PC 啊，这个不想多说。你再看看他这个机子啊，对吧，这就讲讲，对吧，为什么我们特别反感就见一个骂一个，来了就要骂死你的这种，对吧，武汉四小龙的这种整机列车厂，为什么要骂？为什么说这种机子我们觉得它是垃圾，是劣质的东西？你看看的配置 i7-12700， 但是它用的主板非常干，华硕 B60M-P， 那这个主板它是一个定制的主板，就是你可以确实在华硕官网上查到，它是一个，你看它的那个没有，至少华硕官网上没有外包装，应该是给这些对吧电商主机用的公包的东西。其实公包合包这个无所谓，对吧，就是一个盒子的区别，很多的型号它都有公包跟合包，它有公包合包的两种，有的时候就差个一二十块钱，这个对吧，公包倒无所谓。关键是这板子你看的盖的，华硕自己的 B660M-K 这个板子其实已经比较盖了，对吧，连个五伏 RGB 都没有。我们都经常调侃啊，华硕有个叫 H620-A 这个板子啊，叫盖中黄，它一个 H610-A， 它里面的很多规格接口，我的天，比华硕自己的 B660M-K 都要好。哎，但是我们看啊，这个 B660M-P 啊，哇，真的是除了它芯片组成 B660 以外，其他的真的我觉得是全方位的比华硕 H610-A 都要盖很多。来，散热片都没有，就 MOS 散热片那边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跟华硕那些 H610- 一样。你看华硕自己的 B660M-K至少还会给个散热片的啊，它这个电商整机板，这个就省了，能省几个钱呢 ？M.2 只有一个 M.2 啊，真的就是我看了都觉得无语。正好我们之前做过 1240F 的跟搭配这些华硕板测试，当时我们用 1240F 搭配华硕的 V60M-K 这个板子，即使在有供电 MOS 散热情况下，对吧？烤机的时候啊 ，CPU 在75瓦的时候，它的供电那块都有90度。那如果说你换成了就是不带 MOS 供电的 H610-E， 你可以大概参考一下，就像这种光秃秃的供电，他们那供电温度当时 1240F 是能到100度的啊，这实在就非常夸张啊，对吧，我们带个 i5 都已经那么这么高温度了，90度100度了啊，你这是一个还不带散热片还去带 i7， 你这是什么，对吧，你这是想直接去对吧煎鸡蛋吗？在你再看它那个散热器也非常的干，盖的一套就是一个普通的四热管散热器，这点都好玩，电源倒好玩，电源倒是一个白牌的650瓦啊，人家3060钛还用650瓦啊，就不像某些女博主啊，他还对吧？你看连整机，就是我们都说垃圾的整机，
武汉四小龙的整机，360它还配一个650瓦白牌。哦呦，你看有些女博主，哇，还所谓的评测呢啊，3070500瓦白牌啊，这个都我都看了都哭笑不得。你再看娃娃他怎么说啊？硬件本身的发热量并不是很大，哎，就很奇怪 ，H1700功耗也不低啊，那怎么就发热并不很大了？持续双烤了一个小时哦，你看，因为他还是比较懂，他知道去双烤啊。他虽然说温度和频率都非常稳定，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图里面，我没看到频率，我只看到温度啊。CPU 58度，看的是不高，但你看12700F， 它只有65瓦，对吧？锁功耗强了，对吧？犯了和当时啊那个女博主一样的啊错误，对吧 ？CPU 锁功耗强了65瓦，啊 i7， 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当时我们随便翻一个12700，在这个华硕B660主板上烤机的话，它是能到100多瓦的，因为100多瓦 CPU 你把它限制到65瓦，哦，对呀、啊，难怪温度低呢，难怪这东西呢，哎，我这个 i7， 对吧？性能释放还不如 i5， 对吧？我花了一个 i7 的钱，实际上对吧？功耗释放还不如 i5， 对吧？难怪可以用垃圾主板、垃圾散热器呢，啊，懂了啊。再看，对吧？它后面又在吹了。啊，说什么攀升的这个主机什么5分钟响应2小时上门啊，全国都有免费一年。我仔细看了看这段，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打任何的标注什么东西，因为你正常智商人都想，怎么可能5分钟响应，怎么可能2小时上门，还全国都有，对吧？我们就说句讲句这个的，对吧？一线城市跟3-4线城市情况肯定不一样啊，怎么可能说全国都这样呢？明显胡说八道啊，肯定要有些小字标注。哎，结果我们点进去攀升的那个页面，哎，他好歹说了啊，这个会根据什么啊，全国这个根据地区不同，什么甚至还有什么天气交通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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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反正就是给你批注一大堆，就是类似于所谓的啊免责条款啊，就是我虽然这样说了啊，但是呢有很多很多因素，所以我不保证一定能行。那你作为对吧，按照广告法来说，对吧，我们这里就不说道德，就我们按照严格按照广告法来说，那你这些东西如果它有限制条件，说哪怕你用很小的字把它标出来，那你也是要标的。那至少那你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你这边没有标，你连很小字标都没有标，那你这个广告是违法的，对吧？你准备如果对吧，大家如果嫌去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我妥妥的要罚广告费的3倍。你这个就是虚假宣传了，完全在瞎说啊！而且即使我说实话，你按照那个攀升里面后面那备注说的什么4个小时上门什么东西的，我就说一句，你信吗？我们公认的售后比较好的联想的、戴尔的两家 PC 大厂啊，戴尔的我之前还做过对吧？最尊贵的外星人的外星走的是那个戴尔的那个什么铂金售后，就是相当于戴尔最顶级的上门的。啊，你看现在外星人的破烂机子卖多少钱？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次，哎，他机子坏了，我们机子把机子搞坏了，我们让他来，他都不可能做到说五小时，不5分钟响应，什么4小时，他们不可能的，那东西也都是要隔天的，因为他要把配件发过去，他都需要时间的。哎，甚至之前对吧，戴尔找他们一个叫韭菜实验室的做了一期，我可以就觉得就是纯摆拍，甚至是造假宣传的。里面的那个东西他也没夸张到说是几小时，当天那个他们当时是什么，他们当时是他们演的是，哎，我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提交了戴尔的这个外星人的售后申请啊，哎，第二天啊戴尔人上门来啊，哎，其实我当时我仔细看了看他们的那个时间戳，哎，这东西都是假的，因为那个时间戳对不上，根本没有这么快啊，反正就是，那即使是戴尔最高级别售后，他都做不到这样子。那你攀升，你这样说，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吧？我们再退让一步，对吧？你娃娃真的是非常非常缺钱 ，LPL 的这些解说工资根本养不活你，你就需要掐点烂饭，对吧？那我也忍了，对吧？这虽然你老句话什么笑贫不笑娼，但是你给人吹的时候。对吧？你至于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发自肺腑的在替人狂吹了。人家自己说旷一赔三，你自己说成旷一赔万。人家那机子，我说实话，咱稍微懂点点都知道，啊，就是一个基本上配件都是用的非常差劲的，对吧？
你说他合格吗？也合格，但确实是属于那种最差劲的那种批次，就那种你稍微懂点人都觉得这个太垃圾了，不能用这种太差的配件，实在是缩水缩的令人发指，对吧？你就随便，对吧？比如说你，随便跑两个游戏拉倒拉倒，应付应付行了啊！你还在那所谓还去正儿八经双烤啊，报那个65瓦的限制功耗的 i7 在那双烤，还在那说什么啊？我们经过1小时的烤机双烤啊，什么温度频率都很稳定，你至于这样歇斯底里为他说吗？那个售后，对吧？懂的都懂，什么水平，对吧？人家攀升都不敢，对吧？都要加一行小字，啊，稍微演一下，演你连小字都懒不家的演都不演了，这样发自肺腑的去替人这样狂吹。你要是像什么老戴在此那种游戏博主，对吧？就那种只要甲方给钱，1+1=3这种话都能说出来的这种博主，念念，对吧？我真的我都认了，对吧？可能那些有些游戏博主，他就是没文化，他就是，对吧？甲方给啥他就念啥，对吧？你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过了，你还是一位稍微懂一点的，真的，我真的就说一点可能难听的话，我们就 LPL 这几年，对吧？即使，对吧？你今年被打得那么惨，即使前几年我们讲句难听的，有多少，对吧？都是靠着韩国外援在那边弄那么搞，我们在那边说人家 faker， 为什么人家 faker 能，对吧？从我印象中 S3 我就看到 faker 了，对吧？那时候 faker 啊55开，我和 faker 55开。对吧？从 S3 有人说我和飞客55开，这都 S12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人家还是能打进决赛，还是能怎么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老要靠韩国呢？我讲实话，我也是个撸啊撸曾经上过钻石的人，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联赛的这个氛围太浮躁了，对吧？就很多人就不想着我怎么把成绩打上去，怎么取得好的那个东西，想的，我这能不能赶紧赚钱啊？怎么怎么？那同样的，对吧？作为解说，对吧？如果说真的就是你都到了这个级别的解说了，你真的赚的钱真的不足以养活你，你真的非要去接一些单子什么的，那你干脆你就别去做那些，对吧？你就干脆就全职做你的所谓啊科技博主、数码博主算了，你别去干那个解说的工作了。你现在像什么样吗？我就觉得很倒霉，对吧？你挂的这个有点，我觉得有点是拿 LPL 的这些联赛的形象给你背书啊！我觉得看你这个视频的观众真倒霉，对吧？虽然说打撸啊撸不是特别的吃配置，对吧？但是 LPL 的观众打撸啊撸的玩家就活该吗？他们就活该买这种机子吗？啊！平时那官方这些解说跟他们讲啊，对吧？买这个劣质垃圾主机啊，非常好啊！我说的都好，我就觉得玩撸啊撸玩家遭了什么罪啊？得买这种主机，哎呀，真的是的，太无语了，太无语了，真的，我可能不是，可能我觉得话说的有点重啊。我觉得对于娃娃来说，你好好想一想，对吧？如果确实 LPL 的官方解说这个工作实在是不挣钱啊，没有你，对吧？这些念广告挣钱，你索性辞了去做个念广告博主。那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那就你就算是想做一个数码博主的话，有一些基本的良知跟操守啊，有什么单子能接，什么单子不能接，有些就算产品烂你不得不接，那你的话术应该怎么说，对吧？我希望啊，娃娃好好想一想。我们常说，对吧？为什么感觉现在国内的撸啊撸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对吧？我觉得不仅是在游戏中，对吧？游戏的对局，游戏的环境，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官方解说他们的一些一言一行也是需要好好的反思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娃娃去接的这个啊？我觉得可以说是涉嫌违反广告法的一个很垃圾的推广啊！欢迎留言弹幕跟我们交流。然后别忘记点个小赞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赞五分钟要。如果想留言更多电脑资料，关注我新公众号“传赛 OK”， 就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我淘宝店铺“传播的数码”或者淘宝上的“淘宝课”。非常好看，我们见，我们下次见，拜拜。